本来是 due 的，但是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吃它，可以吃。要切小是吗？啊？要把它切小。对。这个是叫胖片鱼，片鱼是丢了，不能吃的。还有六个鸡蛋，四个吧。还有牛奶，而且这种鸡蛋是特别特别大的。牛奶是随便放吗？不随便，不是随便放。我那是我感觉这个 recipe 怎么说？这个食谱。这个食谱有点不对，因为我们的面包特别的硬，所以又可能要放多一点。只有面包。好，面包放在这个里面，然后放在冰箱，当一个月，等一夜，一晚上。你觉得够吗？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够。我觉得差不多吧，放进去。这鸡蛋鸡翅吧，我可以帮着拌一点，我想把土公分一块。明天见。是有点硬，但是我觉得可以的吧，差不多。这个是可以的，这边这个其实是为了省钱，因为这种面包已经过了。弄好了就要直接吃是吗？一大
把它被批评成人格。现在这个是干嘛？这些是可以做的，我觉得，还是软的，其他的放回去。Hello， 怎么声？好难看。有点糊了，什么意思？来看那个。不是啊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我看呀，这个是棕色，不是黑色。Toute la cuisine.